非通方面的消息，民国八年的推板电费，张一班为提毛利安中南投分运通公园举行，为超度超额气氛，毛利安政府今日展示的电费前三态势的上浮，黑红色的客家民福招待，国家旗袍色的设计，过大年也过亲切。毛利安政府表示讲，希望所有游客如感受到毛利的热情。由高流的神装的同优雅气质的有名马道蔡淑吉特别坐在台湾电费前三态势的神父，坐在宣传台湾电费，要亲身来感受一下苗栗客家族娘娘的热情面。苗栗县政府安算电费期间，为有700万客家的人客轮到，故所设计的无偏用的政府，民众较好迁出为带到相关的服务窗口，让我们现出做的代表苗栗的电路，各种各样，对食的、用的都看的，通通都有，希望民众太饱、洗饱、宽等转。因为苗栗的伴手礼就真的是农特产非常之多，不管是豆腐乳啦，还有其他的这些，麻糬啦，举办这些东西都是能让它呈现出来。所以这次我们把这个灯会区里面，我们把苗栗县的这个农特产品，我们做100个摊位，让它呈现。各式各样的创意商品登陆，老蒋蒋给前三台是首富，今年台湾电费头一摆先头客家中来攀。对苗栗民众来讲，唔但只系一项新嘅期待，还有动态嘅商机。苗栗县政府咪希望苗栗人民同后裔来分享各地来嘅人客，好本结交留下深厚嘅回忆。下个新闻总之面苗栗报道。